养过蜥蜴，后来养藏獒。喂的什么呀？草。喂蛆。喂蛆。对。哇塞，那猫怎么？我有点害怕，我不能离太近了。怕猫吗？怕猫啊。对，我太近了不行。哇，好像甄嬛呢。到伦哥主场了，说话都注意点啊。我还是一点不懂啊，伦哥。首先啊，咱走的这叫马路。哎，原来是这样的。这都关门了呀。哟。哎，你看栾哥一来就关门了。这是啥呀？这是龟。这能摸吗？没有，咬顶。真的吗？说是被咬得学驴叫。那王八咬。啊。这是王八。那这呢？这不龟吗？这是尖脑袋的呀。那也是尖的呀。你再这俩比一比行吗，妹子？王八只有这么大点吗？它不长吗？我养过蜥蜴，后来养藏獒草。喂的什么呀？草。喂蛆。喂蛆。对，就是那苍蝇下的玩意儿。啊，不是那种粗的，那细的那种虫。那不是蛆吧？那叫面包虫吧？对。啊。啊，哥，就这个。这是蚕，这不是小蚕，这是大蚕吗？大蚕小蚕落玉盘吗？不对，不是那句。没有拿这喂，这老贵了，这玩意儿。他是专门养他的吧？对，这都是栾哥的知识点。栾哥改这导游了，现在。你妈，这是啥呀？娃娃鱼，它的底儿是橘黄色的，你看。哦，我的妈呀！我也买过这玩意儿。你好厉害呀，栾哥！啥都养过。哇塞，那猫怎么？我有点害怕，我不能离太近了。怕猫吗？怕猫啊。对，我太近了不行。哇，好像甄嬛呢。其实我也挺怪的，我狗都没事，我喜欢狗。哦，我这个兔子这么大。这是什么兔子呀？比德。就叫比德兔。比德。比德。就是安哥拉比德兔，就是电影里面那个。那个啊，你们可以闻闻，一点味都没有。这能可以闻闻，没事。没有那种骚车骚。怎么样？是不是口罩挺好用的？能摸吗？能。咔，给你一口。兔子急了咬人，它咬人吗？不咬。那是它没急，还是它就不咬啊？就不咬，这种兔子不咬。哎呦，这手感！哎呀妈，太鼓了。我见过遛鸭子的。啊，对对对，有。你看所有的品种，那个。哦，那个黑的。心动了，刘雪琴。没事。哎呦呦呦妈，就这么拎呐？它是兔子都抓耳朵吗？抓这后脖梗子，不能抓耳。对，是后脖。哇！它能长大吗？拍三下，还得拍三下。对，一般养兔子就这样。哦哦，有这传统。拍三下。对。哎呀呀呀！完了，走了。养一个。不行，兔子这玩意儿不好养。